时间，甲你活感情，唔惊唱生命的歌，咱来合唱生命的歌。咱啉了，咱就用一挂白开水，啊，长长的啉啉的，安尼会当去清洁，啊，咱干那出来来唱。我安尼出去推广的时阵吼，长的粪扫有差足侪啊。吕林秀英做环保走过丧子之痛，疼惜大地也照顾心地。患有先天夜盲症的林秀英用心做环保，世界无障碍。这位人文单元带大家见证台中人文真善美志工夫妻档张玉佩和林一鸣如何跟大家拔钢琴，凝聚团队的情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见证台湾新命力》，我是美兰。今年呢是组织推动环保25年的时间，因为在民国79年的时阵，上年是好友大家要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当年呢，咱是讲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啊，清流是绕着全球。但是现在我们不说这个垃圾变黄金哦，我们要把这个可回收跟不可回收的把它分类清。主要是因为上帝不敢说我们这么多这环保志工，在这种又脏又臭啦，很多都像垃圾，但是一般民众确实搞不清楚，全部都给我们，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清净在源头，所以呢，在这个忍痛教育里面，让很多的这个民众啊，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个道德心，同时呢，也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资源回收的概念。都在做环保20几年啊，一挂环保菩萨人哦，啊对咧，一直老啊吼，身体抵抗力啊比较较无好。有人会讲，啊，你要讲更好诶，歹诶物件你无要做，我讲唔是，我唔是歹诶物件唔做，是垃圾。没有，垃圾无留环保站，阮的环保志工，大家身体会较好啦。阮安尼出去推广的时阵吼，回来粪扫有差足侪啊。以前对世交代吼，大家拢啊一手好几代啦。不过我刚刚讲那个长久不烂的东西吼，我不要使用。后来上台推动减量塑胶袋的时候，我更加认同拿那种环保网快保鲜盒去买东西，清洗再回来不用再倒一遍，单一只要用都可以了。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扎环保盒，但是他说这我不能穿啊，他就要再用约了我穿穿的吼，把我倒在保鲜盒，我说这样你也是用这个塑胶袋啊，我就是不让你用塑胶袋啊，那塑胶袋就让不烂，我等就先困了啦。哇，慢慢来吼，就我买熟悉的商店都会接受了。我姐姐也想像我这样做，他们都没有用塑胶袋。刚开始的时候便当盒是没有再回收啦，推广环保以后想说那个垃圾很多啊，所以就开始把它清洗，然后回收，
觉得如果说没有清洗跟有清洗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清洗会发臭，以后如果拿去回收也是会臭臭的、啊。你们家的回收应该很干净。都应该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起来自己卫生，送去回收站收的也会比较干净。请帮我一个水，然后拿来一下，然后再关外箱，然后我再喝掉。我帮你帮开水。三岁的小孩做得到，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应该也都可以做到啊！怎么样，清净在源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好就是不用。那再来呢？啊，如果真的必要一定要用，就少用。那如果最后呢，就是可以回收再利用啊，真的举手之劳，但是呢，却可以让我们的地球少一些负担，当然我们的环境也就会更好哦。那所以呢，请大家啊，真的。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一些可回收的资源，第一个不要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那第二个呢，我们既然要做回收，我们就稍微把它清理一下，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是在疼惜大地，又疼惜我们的环保志工。那当然啦，我们做这个资源回收，不只是亲近保护了大地，更重要也是在做心灵的环保。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您介绍的这位秀英师姐哦，现在已经70几岁了。当年她开始做这个环保资源回收，是因为遭逢了丧子之痛。刚开始呢是疗伤，但是后来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了。儿子有伫迄落环岛交流道遐出车祸的啦，啊一时啊尔，迄落心脑病院吼，就拍电话来啊，讲妹妹人是恁啥物人？我讲阮儿子，伊讲啊他出车祸已经完身啦啦，听着尔，我规个心吼那想要落去啊，我真正无法度通接受，我讲无可能的，确定我交通警察又搁拍电话来啊。讲恁爱较紧来处理，落尾去到遐的时阵，看到伊人倒伫遐，已经什么都没有。那个我看到了，我就随号啊，我就一直号。阮小姐妈哪个，我哪要昏去啊？阮小姐妈哪甲我摸咧？落尾我哪想讲，我袂当号，我袂当倒伊头前号，我当念佛啊，我当直直念佛，直直念佛，啊，目屎直直流，啊，直直要昏落去啊。迄阵还阁有一个希望，讲还阁有通看到伊安尼，倒遐咧加迄落。自丧尸放了的时阵，我哪几个人当瘫痪安尼啊？功德会文化职业中心制作。哎，阮迄同事等于讲阮科长啦，伊当伊嘛是有参加组织会员嘛，伊都摕拄来互我听，啊，阁摕上林的讲地藏经。好我听安尼啦，啊，拢听地主听上人讲，这姻缘果报啦，反正伊若甲你有缘吼，那就讲甲你有缘，就是来互你做囝。啊，你若无缘，伊人无得去的时阵，伊是那就讲来甲你回报。啊，即卖伊已经回报了啊，啊，伊要搁转去，搁去别位安尼啦。哎呀，阿迄个十一点外呢，啊，你用个这个叫晚。即卖安尼阁算阁早嘞啦，无较早较侪啊，睏袂起，拢做到两三点啊。我想阮囝的时阵啊，甲迄个思念伊的迄落怎转为做环保啊？啊无我拢会想到伊，我就会哭啊。三更半暝，若有工课，我嘛是照常去拖去收啊。啊无你暗时啊睏袂起嘛是同款，我拢甲迄个物件收转去，我拿伫啊。整理理安尼啊，整理当时啊到要到天光，较去味，就会当味一两点钟啊。
身体啦，样样无论安怎样，我拢要做环保安尼。就自迄摆开始，我就做认真个啊，去上班个，甲公司个物件载转来。一日会当载几啊撮，拢足多，安尼就是。中昼转去载，因暗转去载，载无了，我会搁出来搁载安尼啊。啊，无偌久就足多，就拢第二个礼拜的时阵，来载愈载愈多嘛，拢四台啊，几台安尼来咧载啊。咱的新人就是要来对上面来迎菩萨节嘛，这新人就叫计算的。八十二年，人叫我培训，我都无想要培训。囡仔还搁咧读册，啊，我搁伫工厂咧，要出来迄落都较无方便。到出车祸了的时阵，我都无搁去上班啊嘛吼。啊，我即摆顺这个机会吼，会当出来入这个组织吼，对上人较无惊。培训了去环市啊，啊，去的时候那个裤子啊，他就一直哭嘛，想要自杀啊，想要撞墙。我说你这样子，你先生生病的时候，你还有照顾他几个月。那我儿子晚生，我去看的时候，是一个尸体在那边呢，还满身都是血。我的痛，真是没有人能了解啊。跟他讲，他后来才慢慢的他平静下来。我即摆真正踏入组织啊，对上人的脚步行，为可怜的人来付出。咱看到秀英师姐吼，甲怀念好心的这份的心情，安尼来做这环保。伊讲做环保、做资源回收，真正非常的好啊，因为拢袂乌白想啦。所以即句吼，伊除了是这个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做环保哦。啊，一边走，搁一边听上林的开心。所以现在啊，就是在去访视的时候，也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智慧跟很多个案来分享。所以呢，伊来做这款。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样，这样的一份精神，往光走，点点啊走。但是他移的不是这个有形的山，而是希望垃圾山可以少一点。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这个心灵也获得了平安，那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份宁静。那当然，在做环保哈，真正在每一个人的这生命里面，都会带来无同款的影响。继续这一位呢？也是秀英师姐，那她是有先天性的这个夜盲症，那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但是呢，伊真正哦，目睭袂用诶，但是伊是用心在做环保，安怎做？咱做回来了解。目睭无盖好，佮也佮有小看啦，无完全拢无看啦，啊，就豆豆安尼蒙安尼做啊。咱已经做习惯啦，啊，客就敢讲存这条豆包，我就知啦。哦，啊，这蒙会落啊，落啊就透就会较粗声。哈哈哈！用蒙的鱼，哦，用蒙的哦，用蒙的照啊，哎，看袂清楚啊，头拢平干照啊。鸟白鹑，啊，鸟的白鹑徛长，我无看到红绿灯，我是人在徛，我就跟人徛。啊，拄啊有一天会一面个秋香师姐阿姨吼，就讲啊，无咱来去做环保。我甲讲，啊，不过我袂晓呢。伊讲，哎啦，哎，着瓶瓶罐罐着保特瓶的，我带的我，啊，我是着调的啊。是做十五年啊，啊无间断啊，啊着防护我嘛是照常出去啊。啊早较紧无遐好啊，啊我着有那送互人做养女啊，养父那袂歹，佫互我读到国小毕业啦。啊国小毕业我着出来开始出来外口旅游啊，因为我自做囡仔着是咱着是艰苦底啊，所以我拢足俭。囡仔细汉我拢买迄个啥，买豆腐啊，
啊买迄落较俗的，红萝卜啊，啊马铃薯无较俗，啊买回来煮安尼啊。我衫拢我无洗衣机嘛，我拢用手洗衫，啊衫脱脱的，拢留来墙边锁啊，啊你也有够，咱也会当游楼梯，也会当游涂骹。用六落雨天，我拢会先雨水，啊，新鲜的甲放的，四界甲强强洗洗，就安尼洗服啊。啊，无，阮的水两个月拢头百几块呢。我拢捡这买菜啊，买水果的落啊，啊甲捡起，啊甲安尼甲照这甲捡起，啊甲拗，甲拗好，吼安尼，啊即摆搁起予人卖菜，啊是卖水果搁用，搁会当用啊，拗拗无搁足水。啊，生活呢，才会真辛苦。虽然过安那艰苦，我拢袂感觉足艰难，因为咱就是听佛法讲，过去世就是艰贪，今生才会落善食报。啊，所以今生爱得报施。介八八水灾，我们那借三万几块，用八八水灾的灾民啊，咱爱感恩是大人。是大人啊，吼，咱有这身躯啊，啊，咱毋才会当安尼，伊个事啊，佮有讲欢喜做啊，甘愿受，吓啊，啊，所以着咱着会愈做愈欢喜，啊，愈做愈爱做啊。咱看到秀英师姐十五年来吼是风雨无阻，安尼咧做环保哈，这种的精神真正是让咱是非常的赞叹。其实少年的时阵伊嘛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三十外岁时阵先生就因病往生，那时候也有半年的时间是接受慈济的这个资助，但是后来呢，他也开始自己有这样工作之后呢，那一直这样子很辛苦的走过来，但是现在呀、也是儿女啦、孙子，大家呢也都。非常护持他继续在做慈济，所以哈，零星假扣一起给当做这假报了哈，所以一路走过来，真的也是虽然辛苦，但是慈济人都不说辛苦，是说幸福。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智慧人文，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对夫妻档，来自台中哦，这是林义明师兄以及张玉佩师姐，那两个哦，到底谁先进来呢？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们，待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两位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哇，两位哪一位先进慈济的？其实是自己，我的因缘会比较早，921那时候就看到了慈济人的身影。那时候还不知道上人，不认识上人。那时候只是看到，怎么会有一群人往灾难里面去？所以那时候就自己去找了社区的当地的那个师姐，缴了善款。因为您就是在台中嘛，那台中自己本身也都有受灾嘛，是。那一段期间说坦白，真的，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公司刚好是在八楼，大楼八楼里面。真的不敢上去工作，每天都活在那种很忐忑不安。透过电视上看到了慈济人的身影之后，才有觉得对生命又有不一样的那一种提醒，所以就会说，那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关，那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就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是这样。但是那时候师兄呢，他只是觉得说，他不排斥这样的一个团体，但是那时候他没有办法说，成就我来走入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时候师兄您为什么自己也是蛮感动，就看到慈济啊，但是为什么那时候师姐有这样一点点意愿，但是你并没有就碎了他的了了他的心愿呢？其实应该是说在921之后，在台中的话，每一个台中人都会非常深刻这一个大地震。然后这个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电视画面，在各个媒体看到救灾团体，除了一般的该有的救灾团体之外，有最让大家很清楚看得到的，就是慈济人。其实当时师姐在参与慈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是蛮认同的。可是，应该是说她后来想参与志工活动的时候，而且还跟我讲说她要开始茹素。她当时可能自己的习气比较重嘛，听到说茹素应该是。没有那么快吧，至少也要等到退休啊，该茹素再来茹素。那当时就也因为这样的因缘，
就错过了跟慈济结这个缘。刚退伍的时候，最重要的心力都付出在事业上，好好把这个事业做好，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可是因为九二一的因缘，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多付出帮助人，那也都因为这样的因缘，然后加入这个义消这个团体。像我们常常半夜起来跑火场，当这个火扑灭以后，我们看到的家属，他们也是非常感恩我们帮他们做这个灭火动作。可是你看，一个好好的家庭，就因为一场火，就把整个家庭就毁掉了。甚至有些人真的是因为这个现象而回不来这个原来的生活方式。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就是师姐。他还真的很用心了，就帮我报名这个实业家生活营。回到金色以后，看到师傅他们那么辛苦，每天在做这些手工，而且我碰到的那一个师傅，真的是他以前他跟我们这一组，他是跟我们讲说，他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他是千金小姐，秋不挡三不哎，结果他来到金色的时候，他一天要做12个小时，那当然我真的是很震撼了。我想说，上人他对于我们这些师傅的那一种要求，客气护理，而且还要真的是要做到一日不做一日不死，真的是非常非常落实。那也因为这样的这个点，让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我要跟随，而且我要去更了解这个团体到底是在做哪些事情。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对夫妻档他们的慈济因缘，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什么叫福田？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大，要这么干净，这都行了贫穷洗药，我们的一些菩萨每天就这样子啊，到处要擦要扫，这样的。我说我们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哦，我们就来了。福田志工是张玉佩进到慈济第一个投入的志工活动。回想起2002年的时候，他带着深陷人生低潮的大姐来到台中分会，寻找心灵的出口。其实走过来了，不觉得是苦了，要感恩了。但是当下一定那个境界一来，一定让你什么都想不开。看到他太苦了，他好几次。都很想从他的公司上面就往下要不见，我好害怕。当初我的公司就在他们的对面的办公大楼，我每天在8楼上班，我每天都没办法安心的上班。张玉佩15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过世，姐姐就像是妈妈一样，害怕姐姐因为挫折走上绝路。他带着姐姐循着慈济月刊上的地址，找到了慈济台中分会。来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楼下的观世音菩萨，哇，真的很震撼，很殊胜。一进来，眼泪就不由自主一直掉下来了，就看到一个很亲近的妈妈，那种亲近，对，因为19岁就没有妈妈了嘛，对不对？姐妹两人喜欢分会里庄严宁静的氛围，当下就询问是否能够到分会做志工，当时就从福田志工开始做起，并且在隔年参与社区志工的培训。可惜因为都没能得到家人的认同和支持，姐妹两人志工之路因此暂停。以外的保文的话，这个保文的话，这样就盖过了。张玉佩的先生林义明，29岁的时候就和朋友一起合伙经营公司，从事大楼中央监控以及弱电工程。张玉佩接触慈济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还小，先生的事业也还不稳定。那当时我都不参与，我就是说啊，你要去做 OK， 可是你不要找我。现在有没有画面？画面，因为他觉得说那个是要等我们探路啊，有时间啊，咱有闲，咱有叫有条件，好可以做志工。后来想说，好吧，那不要再产生那么多的后续问题，好。
话，那就没办法，也只能妥协于当时的环境。这一等待就是十年。2011年3月，张玉佩见时机成熟，帮事业心重的林忆明报名参加慈济实业家生活营，希望让他借由参加营队的机会，深入了解慈济这个团体。这个一日不做一日不止，这是师父他们的一个很坚持的一个原则，也深深打动在我的心里。这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要走道场，生生世世要走道场，也要找到对的道场，而对的师父。接着夫妻两人又一起参与了水忏金藏演义，亲身参与过后，林忆明深受感动。从参与前中后到最后整个上场，那个真的是非常受心。大家为了一件好事，一件事情，然后用心去引导，然后去学习，然后去完成，一种成就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哎呀，很不错了。为了获得家人支持，张玉佩这一条慈济路走了十年，多年的坚持与等待终究没有白费。2013年，林忆明先受证辞呈。2014年，夫妻两人一同受证慈济委员。以前的想法就是说，啊，赚钱就是要让家己生活过较好诶。啊，可是到目前我们参与这些慈济的活动以后，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值得的。我们师兄原来也是环保尖兵啊。对，很感恩。是啊，为什么呢？你觉得他可以从事这个环保工作，你自己觉得好开心？因为他自己环保观念不好，生活上的点滴啊，我说该回收的，不要用的，之前他会觉得这没什么啊，哎，看我要紧，我说真的要紧，好，那所以我就一直心里也暗自发一个愿，真的，我虽然我的时间假如不能投入，我真的很愿意师兄能够去承担。因为他我有弯小腰，自己去捡了这些，收了这些回收，他才知道说不要紧嘛，不要紧，他到底不要紧嘛？真正是要紧啊！其实走慈济这条路哈，除了是上人哈，哎，师姐真正是过来引导师了，善知识，善知识了哈，哎呀，因为其实哈，在我们在参加任何在活动这环保这个区块之后哈，才知道说。哇，真的是我们台湾的垃圾真的是很多，可是这些垃圾真的透过上人的一句话把它变成黄金了。在亲身投入之后，现在的这个环保概念就越来越好。不过说老实话，因为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师姐，哎，还好走慈济，不然的话生命的下一刻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那时候姐姐也一直都想不开嘛，可以分享一下吗？第一个无常是自己的妈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跟他缘分这么短，那时候真的是无语问苍天。我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太不公平？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进来慈济会愿意投入在房事。其实这个冥冥中好像妈妈也种下了这样的因缘。虽然以前的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妈妈总是会把多余的菜，自己有什么，她会拎着到隔壁的阿姆家。阿伯家，他们比较就是在社区，就在家里附近比较弱势的这些老人家，他会去陪着他们聊天。其实我很感动，我愿意说，妈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是不是那么富裕，妈妈愿意还这么做。所以说，其实妈妈这冥冥中也教了我很多啦，只是说不舍，是说，在我最需要母亲的陪伴那个阶段。妈妈不在，好像现在家里面也好几位都是一起做慈济，你们是夫妻档嘛？那姐姐呢？对，姐姐现在呢也把姐夫渡进来了。对，那姐夫现在也是受证的慈诚委员了。那妹妹她还没结婚，那妹妹跟姐姐住在一块，所以她跟我的我去年在受证。已经也受证了。后来为什么会加入人文真善美？因为您说，其实这样子从水忏开始真正比较踏入，前后也不过5年的时间。然后真正受证，您说委员也才去年的事情。那怎么会加入人文真善美呢？张义宏师兄，你请假喜欢您这录影这个区块的名次了。因为他们对任何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行动力。在我们在学习录影这个区块的时候，你当时我的工作就是，社区大楼的监控系统嘛，
他就跟我讲说，哎、欸、呀、啊、你这监控系统跟咱龙岩龙同款啦齁，那你可以来学习。那我想说，既然进来嘛，就是多方面去学习这样子。结果真正参与，然后拿起录影机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把录影机拿起来，就是一直录一直录就好了。所以哈，刚开始先说啊，那差不多，那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差很大，真的是差很多。不过呢，事实上哈，真的慈济我们常常说啊，免学费学到会，然后呢越来越有智慧。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师兄师姐他们的这个智慧人文。认识他是在陆庭上的时候，后来听师兄师姐在介绍，他是在做监视器还有落电的部分。我觉得监视器需要一点点那种画面的构图，所以我就想说他来学应该会很快。张义宏和蔡家纯是资深的人文真善美志工。2011年水忏活动时，记录到林义明和张玉佩的故事，发现到林义明对电子器材并不陌生，张玉佩也擅长电脑的文书处理。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然后想说，哎，邀约他们一起来这个团队里面，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还也蛮有兴趣的啦，对，然后就渐渐的就从社区开始。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陪伴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邀请林义明投入影视志工，张玉佩加入文字志工的行列。也因为经常往来，张义宏从他们认真学习的态度，发现他们做人文志工的另一个专长。觉得他这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啊，也蛮积极的，还有他对人也很热情。然后你有事找他，他几乎也不会拒绝，哎，他都是很愿意把它承担下来，哎，我觉得他的特质来当窗口是很 OK 的。虽然年纪轻，资历也算浅，不过有张义宏和蔡家纯的支持和推荐，张玉佩跟林义明各自接下文字和录影的派班窗口，自己努力学习之余，更不忘提携后进。我既然承担了文字窗口，那我希望说，我希望我的每个组员，我每个伙伴，都能够很愿意，而且不会说太大的压力，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承担这样子。如果你在安养中心里面啊，像这一位刘怡萱已经是第三次出班了，不过若是要主动采访人物，心里还是觉得怕怕的。张玉佩就陪伴在他身旁，帮他壮胆的同时，也适时分享经验。真的是有他们的陪伴，让我们比较不会害怕去跟人家，因为有时候人家并不是很愿意讲，那其实中间有很多的美感，那就是很感恩义明师兄跟玉佩师姐的陪伴。这一天负责录影的沈宏伟原本是负责拍照的人文志工，这是他第二次拿着摄影机出班记录。我的兴趣也是在摄影方面，哎，就是照相方面，哎。哎，对啊，对啊，对啊，算是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是多元的学习这样子。沈宏伟的工作是警察，工作时间和一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太一样，但林义明为了让每个有心想学习录影的人都有机会出班，总是会特别留意他的休假时间。我就尽量知道他的下班时间，我就可以安排刚好如果有活动的时候，我就先问他说，哎，什么时候他在一个时间点，他 OK 不 OK，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尽量安排他来出班录影这样。来呀，我的团队呢就都自己家，我们都嘛是大家随缘来结缘的。除了活动出班，一有时间，张玉佩和林义明也时常为这群人文真善美志工举办不定期的聚会活动。今天这样子，这样来聚餐不会有压力哦。完全不会，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忙里偷闲的，平常的勤务以外，然后找一个像我们上礼拜去聊的时候也是，我们是中午半夜大手牵小手玩，12点才出发的。
天南地北的聊起各种话题，关心彼此生活，也串起了大家的情感。对，累了，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嘛。分享什么？都有嘛，你其实人你蛮方便。难免有时候心里会有点热热嘛，对，倒一下热，清一清啊，还有更有力量啊。张玉佩和林忆明虽然人文真善美资历尚浅，但用心关怀，用爱陪伴，让这个团队因为他们的勇于承担而显得更加凝聚有活力。好绿耶，绝配。哇，我们看那个画面非常的和乐，感觉好像还蛮多夫妻档的，是不是啊？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易宏师兄跟我讲的，他说真的在人文社区的人文真善美团队里面，要看到夫妻同修在同样承担这个功能的还真的是不多，可是我们东区特别多。其实这个真是我们的好姻缘了。是啊，你是怎么考人，因为我刚刚看到画面，哇，这个新手刚开始你就在旁边这样子一直陪伴，你怎么会那么细心这样子主动来关怀呢？其实这个也是将心比心，其实刚开始投入这个区块之前，我也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那时候可是自己想要，因为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告诉自己我能所做的真的很少，但是我能做的我绝对愿意去承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的其实刚开始不晓得人文真善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这样傻傻的进来，所以将心比心，原来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挫折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夫妻有发一个愿，真的我们虽然不是专业，没有多厉害，真的专业这方面没有办法承担很多，但是我们至少一定要在这种法亲之间的关怀跟组员的陪伴跟这个团队的这个把它凝聚起来，我就把大家都当成兄弟姐妹这样的方式来运作我们的团队，这样会更好，而不是都只是为了纯粹当做志工的勤务才在那边联系这样子。是，所以你们也主动承担说那我来担任窗口这样子吗？其实是没有的啦，怎么可能？因为真的是很之前，那能觉得我行我就行吧。其实那时候是真的是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人比较小看自己，我们是会有无限的可能，我就这样祝福自己这样。是，据说在你们团队里面还有现在是在一线的这个警察他们勤务也很忙了怎么样让这个警察先生也可以来加入这个行列师兄跟他怎么教我 撇步。其实宏伟师兄以前跟我已经也都有认识的朋友了那他愿意来参加我们实际活动甚至培训，那当然我想说这认识的朋友是我们一定要把他找来我们的人文真善美这个区块。所以说你看到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有很多都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其实也都是夫妻档那夫妻档的话，我们平常就是投其所好嘛喝茶嘛然后大家泡茶聊聊天，然后随时有任何问题就是来透过这一个聚会的时候顺便了解，就是问一下像易宏师兄啦然后比较资深的，那这些活动要怎么去扮演你的角色才会比较恰当这样子。真的真的，其实我还特别介绍一下我的姐夫这个他本身是从事中药材，他其实他之前你叫他从来没有拿过摄影机的那照相机的人，我把他邀到这个功能来，刚开始他是非常的排斥的，他说你给我讲遐臭啊，讲遐我有法度，你叫我拿个照相机要去拍很困难。可是呢，半推半就，那每次他拍完之后，我就鼓励他，我们就跟他说称赞他，其实不好，对不对？我们要跟他说你看你拍得很好，你看你把人家的这个菩萨的身影怎样怎样就下来，哇，这样一次两次他也承担在这个功能也跟着我们一起大概两年一年多了也坚持下来。其实我以前是客套的称赞他了，然后现在他真的是技术很纯熟，真的，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喜悦跟这种欢爱做志工的快乐
分享给我们所有有缘的法亲。那事实上真的每次的投入跟付出，收获跟成长最多的是自己。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师兄师姐他们自己投入在慈济，那么在访视关怀这一块，也让他们的生命的确获得更多的感动，也获得更多能量。我的心也是没钱要做出来，我都睡在外面透风路后也是都没钱要做出来，要政府给我6000块，我自己6000块来做一间厂，才有厝好住。70岁的张和村没有结婚，是一位独居的长者。年轻的时候经营建筑业，曾经赚近千万，没想到因为经济不景气，加上被合伙的朋友拿走所有积蓄，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我就想讲，啊，人高也嘛爱命，倒霉嘛不是要命，啊，咱为怎样安尼小小一个失败，咱就未甘愿去努力。所以我对开始这样的后悔修，多杀的。2012年时阵，阿伯拄啊拄着生活上瓶颈的时阵，阿伯较早吼，伊生活艰苦的时阵，拢捡一挂资源，啊去变卖，啊做伊的生活费。但是因为伊回顾的问题，身体无足用的，所以伊阿伯。伊时阵伊就无法度，搁捡回收物件，所以伊就听人讲，咦，朱姐啊，咱斗三工哦，所以阿伯就家己写批，写去咱台中分会，啊，所以咱的志工、咱的社工接到这个案，就拜托师姐吼，把顾师姐来看。张玉佩和林义明以及社区的访视团队，从2013年开始关怀张和村北北，至今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当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东区真的有那么多生活过不过去的人，也因为这样一个点，才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见苦知福嘛。如果我们自己的亲人是这样子哦，真的会觉得真的会觉得很心酸。就办了公吼来一家，你想办安尼济？你过来话的嘛？哎呦，我拢就招哎，阿伯，反正我不管是耳康，就招就招。他们每个月固定来探望，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彼此信任。我来提供记者啦，大家讲迄个啥，伊恁去地基地较贵，大家出钱好。像是外景团队跟拍的这一天，发现阳台冷气的水管会漏水，担心北北因为地板湿滑而滑倒，林义明马上放下摄影机帮忙处理。哇，满头大汗了。阿英拢会搁炸物件来啦，搁讲送轮啊，叫我爱看大爱台啦，我互因感动着，啊，搁互送轮甲感动着。慈济志工用爱陪伴，不止改变了张和村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不再怨对过去，开始懂得付出。我虽然无过，我嘛爱落人啊，加加点好。到三工了，啊！即摆小我有这个能力，从路边有咧较艰苦的，要爱会要共讨钱，我嘛是会平衡的。对，不只关心张和村的生活，为了让独居在家的他能够多出门与人互动，只要有适合的活动，访视团队就会邀着他一起来参加。阿伯，咱这点心啊，加茶水，阿你们可以去哦。
家拢是迄个去咱国小做大爱妈妈。是啊。侬看得真实在对吧？林奕明也发挥他在人文真善美的功能，将慈济人的陪伴以及漳河村的改变记录下来，希望未来能够做成影片。但愿北北的故事与更多人分享。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北北好像真的从刚开始陪伴到现在有很大的差别了，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吗？啊，真的，北北在我们。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北北其实那时候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苦嘛，一个苦相。那时候不熟悉，那其实我们也该承担访视的这个功能，其实也不久，所以现在也是经验说长板也是很欠缺。但是我其实也会害怕，因为担心嘛，不知道怎么陪伴。可是呢，像你说，只要是真诚。啊，你就能够进入到对方的心里，所以呢，我们就是用真诚的心，就是慢慢一步一步走进那个阿伯的心里，看到阿伯的改变，就是说他有一个刚开始生命低潮这么低潮，那陪伴着他走过来，那陪伴着他，让他有重新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所希望，所以呢，阿伯也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真的是自己的生活都有点困难的人，竟然能够这样也舍得，所以说我觉得说阿伯教了我们也很多。是，那好像你们也都非常贴心的，就会视他的情形，然后邀约他参加活动嘛，甚至也有邀请阿伯参加大手牵小手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好像针对独居老人，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对象来举办的呢？啊，这个大手牵小手呢，是在我们2014年是由我们台中市东区首次推动的一个社区营造活动。所谓的大手跟小手，就是长者嘛，还有小孩，还有孩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每个月一次的活动，我们都会定在礼拜天，因为阿伯他是一个独居者，所以他平常是没有所谓的家庭这种这种享受天伦的这种感觉，那台在这边让他觉得说啊，这个家让他觉得有家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会让你觉得说是这是应该有的，而且你会跟长辈是会有感情的。对，那我觉得说哎，这样子重新把它营造回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自己都很自己自工都在这个活动中啊，其实比谁都更快乐更投入啊。对，借这个机会也要不要哎，也感恩一下我们的团队啦，然后甚至也邀约大家一起来投入呢。啊，我们希望讲吼，真正这个功能没很困难的，只要你愿意，所以说这不用怕，它真的没比真实跟菜刀更加恐怖。其实只要有心在这边，真的不会可以学到会，你会更感动的是还是自己，因为太多的这些人间菩萨的这个身影故事，点点滴滴就是真的是烙印在自己的心中的。好的，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两位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馨又动人，然后甚至是自己生命的这些转折，感恩两位，感恩感恩。